灯会的主灯，就是南投灯会2018的主灯，都是一只狗狗的形状。那它是太空狗，它叫太空狗。然后后面有那个名侦探柯南的部分。侧边远看比较可以看得出太空狗的样子，是超可爱的。如果大家喜欢，就是喜欢春节，可以来规划一下来南投市玩哦。啊，这边还有那个大童宝宝公仔，然后现在正在职工中哦。